有啊，可以买吗？询问高雄这家药局还有没有贩售佳丽口罩，药师说有，不过其实是其他顾客拿回来退的货。多少钱啊？如果是一整盒，我之前我380，好不好？就350好了，也可以是不是？对啊，算350。原本还有药局卖到一盒450元，这家药局的售价则是380。现在佳丽爆出仿冒 MIT 后，面临退货潮，一盒便宜30块钱抛售，药师不会言减少退货量给客人方便，想买的可以算便宜一点。这没差啊，如果你们要的话就是卖的，如果我们不要你就是退了，就要减少退货量。不过药师也提醒，其实实名制的才可能买到仿冒 MIT 的佳丽口罩，怎么分看英文字母就知道。对，看得出来是大陆的字比较小的西呀、然后它大陆是放在实名制里面，它就是贪心呐、它两边转，把不好的布放在就是实名制里面这样子。不过屏东这家药局的佳丽口罩反而是越卖越贵，原来是350，再来370了，再来380，现在彩色可能也都没了，他因为他现在就是为了那件事也没办法生产了，剩下几盒就没。从一盒350元涨到370，现在要价380元，反而涨了30元。店家说，佳丽现阶段无法生产，像深紫或樱桃红的彩色款，物以稀为贵，他们也剩下台面上这几盒，反而让想搜集特殊色的消费者趋之若鹜。记者屏东高雄综合报道。